兄弟们，这不过手艺，你们见过没有？70后见过啊，80后可能见过，90后就不一定见过，00后就更加没有见过了。现在人知道更多的知道是背锅甩锅。兄弟们，你们好，我是肖哥哥，今天我在四川广安乐池的一个场子上面，今天这里赶场，刚好带你们去看你们即将消失的传统手艺不过匠。我也是小时候见过，我还记得小时候不过匠还有个顺口溜，不过匠不过匠，腰壳弄在脑壳上。我们去看一下，铁水要在那里的烧起倒出来，它不成，要给那个灶啊火要化的，要化起来的烧得出铁水出来。用这个烧吗？用那个灶烧吗？不是，用那个生铁。用那个烧吗？哦，把融化是吧？融化，融化了倒出来。
这个铁砂收集起来，这个也可以卖。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农村拿这个来干嘛？